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65页讲到这个佛是一切智人，那引这个放牛譬喻经，那这个放牛人问佛啊，因为人知不知道怎么养牛，怎么放牛啊，就是知道怎么养牛，那来测试佛陀是不是一切智人。如果连他没有做过的啊，这个养牛放牛他都知道啊，那么他就是一切智人啊。从这里来说，好，那现在看到第四个这里啊，前面啊，那讲到我们讲到第四个，那第四个这个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个养牛其实后面对照的就是知道怎么样。啊，就比丘知道怎么样修行啊，其实是这样，就是你怎么养啊？如果我们来从养牛来讲啊，就是你怎么把牛啊，这个牛就像我们修行的道啊，那你怎么养道养德啊？那把它养得这个肥肥壮壮、健康的，而且道心越来越坚固啊，那而且这个。最终啊，那能够因道而得到利益啊，基本上他这里牧牛法啊，跟牧心啊，那牧道养道养牛养道啊养德啊，基本上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啊，就富昌啊，这我们上次讲过，再从这里再来稍微讲一下啊。若依若草叶，以防蚊虻二刺。那蚊虻二刺是对牛造成伤害，啊，那会对我们的道心，啊，那么造成伤害的基本上就是什么啊？就是烦恼啊，其实就是这样而已。那富昌其实意思就是说，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当你没有烦恼的时候，你要怎么预防烦恼？啊，其实就讲这个，就从养牛来讲了啊。那么比丘也是这样，所以他底下后面就讲，那念正光法，复六昌六情昌，啊，不令烦恼贪欲嗔恚的恶从极次次级所伤啊。来讲的是这个，那这个其实我们是蛮可以运用的，就是说，一般不管在家出家在修行，那通常就是。怎么样让你的道心？第一个，让你的道心增长；第二个，让你道增长的道心坚固，啊，然后以至于就近啊，就是安稳安定的啊，一直增长，其实是这样而已。那因为我们在修行当中会有很多境界，那这些境界，因为我们已经有的烦恼啊，那么会对境界。产生新的烦恼，啊，那这些就会造成我们叫做烦恼炽盛，啊，那烦恼炽盛的状态下，会让我们去造作身口的恶业，那身口的恶业不断的造作，会让我们的业果成熟，那么苦果现前，苦报现前啊，基本上它就是这么个过程了 啊，所以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那么首先要预防的是烦恼的现前、烦恼的升起，以及烦恼的增长。已经有烦恼了，那么你没有办法让它不升起，那你要让它不增长、不相续啊。那已经增长相续了呢？想办法克制它、控制它，我们就是这样而已啊。啊，因为我们也不是说啊，大家都希望没有烦恼啊，谁要有烦恼啊？烦恼本身就会痛苦。啊，谁都希望清净，没有人不希望清净，不希望自己没烦恼。
可是也不是说我知道烦恼不好，那我就不会起烦恼，也没那么厉害。我知道烦恼不对，我起的烦恼我就能够把它去除，马上把它去除，也不行，也不能，多数的人是不能的。那么即使他不知道，即使他知道，他都有时候控制不了，调伏不到，断除不得，那么何况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就一直延续，一直增长，一直扩大，以烦恼的增长扩大延续为能事啊，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你看啊，他怕我了吧啊？你看啊，我从中得到多少利的吗？贪嗔痴一直在盛行，他越贪越嗔，他越以为殊胜啊，这个是无知的状态下。但是如果从佛法来讲，那么它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你先觉知，觉知你有烦恼的状态。因为修行没有什么事，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要断除烦恼。断除烦恼之前要先调伏烦恼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阿含经里面叫做夫贼杀贼啊，那夫贼把贼绑起来啊，先调伏它啊。那么要夫贼之前要先认识贼在哪里，不然你要怎么绑啊？你自己要有能力绑这个贼，你力量都比贼的力量小啊，他绑住你还差不多，你怎么绑住他？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为烦恼所束缚啊。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那现实上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在境界中也多数是这样啊，老实说啊，你也是多数是为烦恼所束缚的啊，而不是你去调伏烦恼、控制烦恼，甚至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烦恼在哪里啊。那佛法讲缘起啊，讲四谛，讲八正道，讲四念处，其实都是针对怎么调伏烦恼的啊。那我们来看啊，就稍微看一下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这个后面也都是了啊，都是专门讲怎么对治烦恼的。那这里讲说比丘也是这样，念正观法啊。那正观法其实就是你要有觉察啊，其实就四念处啊。那么四念处基本上其实就是身受心法啊，身体啊，其实先养成觉察的习惯，觉察呼吸啊。你今天天在呼吸，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呼，什么时候吸，不知道。所以他先养成你这个觉察烦恼、觉察呼吸的习惯，那个心啊。为什么？因为天天在呼吸，你也不知道呼跟吸，呼跟吸，粗跟细，长跟短，不知道。那你天天起烦恼，你也不知道你在起烦恼啊。其实重点就在这里了。那你行住坐卧啊，你做什么做什么，你是习惯的这样做，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做了些什么，有时候也不知道的啊。走路啊，脱腮坐下来怎么样，你这也不知道。那一样啊，我们常常起烦恼，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起烦恼，在哪个地方起烦恼，起了什么烦恼啊，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太知道。所以四念处第一个，身跟心先观察，观察你的身跟心，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你都很清楚。养成，其实它就是养成习惯而已了，养成习惯，然后令心平静啊。因为你六根攀缘六尘，那你无明嘛，基本上就是你不知道，无知是最大的过患啊。所以他现在要先养成你觉察的习惯。那么重点，其实佛法的觉察就是觉察烦恼，所以你要念正观法啊，四念处啊。那或者啊，一般我们说你心中啊，心中有些什么烦恼啊，你都能够清楚。那通常念正观法是啊，就是要修四念处了啊，观身受心法啊。那这个我们下面有再来讲啊，先讲这个讲复六情参啊。六情不一定是参，参其实就是病啊，有祸患的病。那你堪忍堪忍，那到最后爆发你就死了啊，就这样。啊，其实它就是瘤，毒瘤。疮其实就是毒瘤啊，或叫做肿瘤了，我们叫做肿瘤啊。那肿瘤有大有小，有轻有重啊，有成熟不成熟。恶业烦恼也是这样啊。那烦恼造成恶业，恶业形成果报，这个果报就是肿瘤啊。那肿瘤刚开始起的时候，基本上啊它不大，但是你不知道越养越大，越养越大。那你忍痛
到最后啊，你就因肿瘤而死，溃烂而死。那烦恼恶业也是这样。所以他说，他这里叫做覆六情仓，覆就是覆盖啊，六情仓其实就是因为六情的烦恼啊，六情其实就是六爱。好，那我们真的来讲这个东西，这个是缘起里面啊主要探讨啊。其实缘起最重要是在讲啊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么是什么形态，那现在是怎么样，以前是怎么样，未来会是怎么样。他告诉你他有一个趋向啊，这些就是缘起啊。所以无名行事名色是告诉你四名色这个五蕴身、五取蕴身是怎么来的啊？无名行，啊，就是我见我爱来的，或者是一业轮回的啊，就讲这个无名行四名色，四缘名色、名色缘色就是五蕴身啊，啊，那因为是有无名，所以叫做五取蕴，啊，那我们这个五蕴身有四之身怎么来的？啊，一行一业，一业而来的，不同的业有不同的五蕴身，啊。那么再跟你讲啊，再跟你讲，那为这个五蕴身是为什么会这样？有这个五蕴身，有业，业又怎么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五蕴身是依业而来的嘛。那业又怎么来？我们的业怎么来？男的女的啊，生在哪一家啊？好看不好看？聪明不聪明啊？这非常多啊啊，然后父母好不好？兄弟姐妹怎么样啊？甚至啊，就种种的业。这些都是一业而有，一只牛一只狗都是这样，三界六道都是这样，做国王做乞丐都是这样，都跟你的业有关。好，那这个业又怎么来？他就告诉你业怎么来，你这个业报身是怎么来的？就是四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我们这样看，无名行识，四缘名色啊，这个就是五取蕴嘛啊，因为无名业，无名业而有的五取蕴，这个就是五取蕴。我们讲的业报身啊，这是凡夫了。那圣者也是五取蕴，但是圣者成圣了之后，他就不是五取蕴了啊，他就是五蕴而已啊，因为他不再取了，他的无名断掉了，他就不再叫做五取蕴啊。凡夫都是五取蕴，但是从他的业报身来讲，这个都是依业而有的，叫做业报身啊。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六情仓啊，六情仓啊，这个就是六情仓啊。这个身如病如痈如痴如沙啊，这个痈跟仓其实就是肿瘤了啊。佛法常讲如病如痈如痴如沙啊。一样好啊啊，这个无名行四名色啊，六路触是不是啊？哦，我以为是我这个触手猴子哦，他是要来听经吗？用触手爱取。那这个是现前的，现在的五蕴身心，现实的存在，现实存在的五蕴身心，这是未来将存在的，未来潜在的五蕴身心，未来的潜在，啊，它不一定是五蕴，它可能是色界、无色界啊，三界六道不倒的在哪里啊，还不知道。啊，但是就是未来的潜在的果报身，啊，就是未来的一颗瘤了啊，一样。那现在的这一颗瘤啊，这个身呢 啊，然后这是现实存在的五取蕴身啊，五取蕴，这是人。我们现在从人来讲，啊，六路触受爱取有，然后总结来讲，那有之后又会怎么样啊？总结说，不管是这个跟这个都是什么生，啊，老死忧悲恼苦。生之后一定有死，那生死之间一定有什么？有忧悲恼苦啊！所以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恼苦啊！缘起大概是这样啊。
又悲恼，总说总说就是苦。如果我们把这个缘起啊分成这样看来的话啊，它就大概分这样啊。那当然啊，那导师是这么分啊：畜受爱取有生老死，又悲恼苦啊，无名行识，四名色啊。好，那我们也这样来看啊，就是说，那他告诉你，你这个五蕴身是怎么来的啊？一业而来，一业轮回，所以我们基本上叫做一业而轮回，一业轮回啊，一业受报，这个是果报身，所以叫做一业受报啊啊，就是各种不同三界六道的果报啊。那为什么会造业？因为无明。好，那现在就想业跟无明到底怎么来？那爱之后是什么？取。但是取是总结的说了，取是总结的说，把无明啊，把无明跟贪爱啊，取基本上是这样哦啊，我们看啊，是取。那取基本上是一般讲四取嘛，那其实是主要是无明跟贪爱啊，应该两个啊，我们可以这样看没关系啊。让大家清楚啊，就我与取、欲取、借进取，见取。好，那通常是这样啊。这个取当然啊，我与取，这个是我见，这个是我爱啊，境界爱。其实就是由六爱生啊，然后执取、欲取、我与取啊，这是我见我爱啊，可以这么说了啊。那你虽然有我见我爱，但是你又没有正确的观念啊，你没有正确的观念，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非因即因，非果即果。这个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所以你有错误的修行方法，啊，这个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所以你不会去断我爱我见，你不会去调伏烦恼。你有烦恼呢，你不会去调伏烦恼，你会做什么？你会祈求诸佛菩萨加倍，让你离苦，让你得乐，让你烦恼顿时不见啊！这个是错误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是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我们是从木牛负六情仓这个来说，那因为这个我觉得对不管对在家出家修行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稍微重点讲一下啊，非因即因，非果即果，啊，就是这个方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你却一直执着这个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那这样的境界并不是解脱的境界，这样的殊胜不是佛陀所要追求的殊胜。教我们追求的殊胜，啊，那你一直就觉得这个是殊胜，这个就是功德啊，这样不是功德，你就以为这样是功德啊，非果即果。好，那见取基本上就是观念上的，这个基本比较偏重在观念上的啊，那么这个比较在行为上你去修行啊，但是你非因即因，非果即果，错误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观念上的错误啊，通常比较说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你把相似佛法当成佛法了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法说非法。这个佛法是这样的，你却说佛法不是这样，佛法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外道法，你却说是佛法，这个是佛法，你却当作外道法啊，就麻烦啊。法说非法啊，非法说法。律说非律，非律说律啊，基本上简单讲就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这种规定，这种戒律并不是佛教的，你却一直以为这种戒律就佛教的，那也会连说到戒禁取上啊，就是它比较重在修行上啊。那么戒禁取很多都是从戒取来的啊，这邪见啊啊，那基本上律说非律。好，那这我们来稍微讲一下啊。那这个取爱取有啊，就是未来又形成，就是它最重要就是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没有正确的方法，然后去调伏你的烦恼啊，就简单讲这样。木牛经就是告诉你怎么用正确的方法调伏你的烦恼啊。那从木牛者身上来看，就是你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让你的牛群牛啊健壮繁衍繁衍啊，越养越多啊，越养越好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六爱身最重要就是六情仓嘛，六爱身啊。那六爱身怎么来的啊？六爱身之后就有六取了，六取就会有有啊，爱取有，那么就又生死啊，你就不得不生，不得不死。所以在六爱身这里要做处理。那你现在要看六爱身，其实六爱身就是六情仓啊。你看，那六爱身怎么来的啊？是六爱身怎么来的？什么叫做六爱身呢？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啊。这个我们先看这个啊，这一个一个看好啊。六爱身啊，那么六处所生爱啊，因为六处所生的爱，眼处啊，耳处耳鼻舌身意处啊。先看六，什么叫做六爱身啊？六爱身怎么来的？受想思来的。六受生，六想生，六识生，啊，那这个生基本上都是指和合了，啊，积聚。那这个六，六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造业的根本，所以叫六处嘛，啊，这个六指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所以如果是六爱生。啊，因为六触生，六受生，六想生，六识生，六眼触所生受，啊，这个触六是指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写在这里比较容易，鼻、舌、身、意，好，好，所以这个六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触根尘是，根尘是，这个是六根，六尘啊，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法，啊，好。这个是六尘，啊，这个是六尘，啊，应该是这里是六尘，啊，那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啊，啊，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识，啊，一样，好，那么眼睛看到色法会升起什么眼识，会有眼识起作用啊，啊，就这样，啊，就是识。啊，就是根尘识。好，啊，我们知道这个是根，这个是根，这个是尘，这个是识啊，就升起眼识，那一样底下是一样的。好，那么就会产生六种心理反应，这其实是心理反应的总称。那我们的心理活动、心理反应，概要来说就分成受、想、思。受、想、思。啊，那受。啊，你看哦，受主要是苦乐不苦不乐，苦乐啊，然后不苦不乐，不苦不乐一般叫做舍啊。我们稍微把这个讲一下啊，就是之后我们就要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修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不苦不乐。那么我们会因为苦受升起嗔。会因为乐受升起贪，会因为不苦不乐升起痴，啊，其实烦恼的总称就是贪嗔痴，就在这里，啊，所以，啊，那么你在六受生，如果是无明相应，这个触其实就是心理反应，心理反应啊，有所谓的明跟无明，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无明，一开始就是无明，所以在六。在这个五取应生四名色，那么在造业的这个阶段，这个是造业的阶段。那么六入的时候，
处的时候，如果跟无明相应了，啊，你跟无明相应了，那接下来就是受想思爱取用，接下来就是这样。那么如果你不跟无明相应，跟明相应，啊，那就不是这样了。那么你依你过去的果报身啊，比如说苦，你对这个受啊，苦乐不苦不乐，那么你苦乐不苦不乐，凡夫圣者都会都有啊，但是在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边，凡夫圣者做差别了。圣者或是你有智慧的人，生苦心不苦啊，那没有智慧的人，起烦恼的人，生苦辛苦，然后又起烦恼啊，然后又怎么样，又造业啊，就这样。因为苦在起烦恼，因为烦恼在造业，因为造业在受苦，所以叫做祸业苦啊，不断的循环啊。那最重要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感受上，这个就是感受，在这个感受上起烦恼了。那么起烦恼你又没有办法克制，你又没有办法控制，烦恼相续，烦恼增长，那么烦恼就会成熟，烦恼就会造业了。那造业，所以这个思之后就造业嘛，这个是心理活动而已。但是到了这里，它就化成行动，身口叫做动发身口嘛，啊，基本上就会怎么样啊，就会不断造业。那造业看你造什么业，如果很重大的恶业，一次就成熟；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多次之后会成熟。啊，那业果成熟就是讲这个。那么另外有一个心理活动叫做想啊，所以这个叫做眼处所生受，耳处所生受，鼻处所生受啊。那这个叫做六处生啊，比如眼处生受啊，耳处生受啊，就这样，鼻处生受啊，那一样。生受啊，生这个受，所生受啊，那么这个受是眼处受、耳处受、鼻处受、舌处受、身处受、意处受啊，那意处所生受。那么生了之后，不管是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听到的，你都会因跟无明相应，跟无明相应起烦恼。我见我爱相应，无明一定是我见，我见一定是我爱啊。那么你粗一点的无明啊，他基本上就是不知道因果，不知道业报，不知道善恶啊。那细一点的，基本上就是你不知道无我啊，你不知道要调伏我见我爱啊，就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一直用错误的方法要处理问题，所以问题一直不能处理，不但不能处理，而且不断的增长问题，让问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就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没有在想这种东西。我们大部分的修行就是啊，好听一点叫做老实啊，就是人家教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我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我从时间第一支香啊念到最后一支香啊，反正就是我专心就好啊，我虔诚就好啊，发心就好啊，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修行都是在这样度过，一天一天这样度过，所以导致我们一直没有在根本重要的地方下手啊，所以都是表面功夫啊，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啊，我们说没有什么功德了，没有什么作用，作用不大的东西啊，就好像你拿抹布一直擦那个铁啊，一直抹那个树，那个树也不会怎么样啊啊，那你要从根本啊，你要从根本把那个树根挖掉啊，除了不让它增长之外，好。那我们先想一下这个东西啊，这个是会合来说的啊。那么六想生啊，一样想眼处所生想，耳处所生想，那处一定是六根六尘六识合合才产生的啊，心理活动。那心理活动基本就是三个六想，一样眼处所生想，耳处所生想啊，拿到意处所生想。那想的话，想有种种想，那最主要的。最主要佛陀常常说的就两个了啊，两个，这个想里面啊，那么主要一个就是跟我见相应的，跟我见相应的我们叫做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啊，金刚经叫做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啊，就是有我的我想啊，
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跟烦恼相应的，这个叫做见烦恼，这个叫爱烦恼，啊，一跟见烦恼相应的想，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跟爱烦恼相应的想，欲想、会想、害想，啊，这个是佛法里面说主要讲的三种想、害想，啊，那害是因为欲跟会，啊，贪跟嗔，啊，然后进一步啊造作啊起烦恼。那么或是害别人或害自己啊，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个叫做三不善想，或是三不善觉。那后来啊再延伸啊，就变成啊八不善觉，欲想、会想，欲是五欲，对五欲的追求贪爱。那我们就是啊从这里说啊，那么会就是嗔恨心啊，这个是贪爱心，这个是嗔恨心。然后啊，那么因为贪爱嗔恨你想得到啊，那么必须要有所对峙啊，有所伤害啊，比如说抢的啊、杀盗淫妄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的啊。那所以像欲贪是从想而来，欲贪是从想而来啊，欲我之奴本，欲以思想生，我不思想奴则奴而不有啊。这个阿难教那个一个比丘的啊，就是你的贪欲到底怎么来的，你想出来的。好，那我们的想基本上除了根本的我想、人想、众生想、寿者想之外啊，在爱烦恼上面就是欲想、会想、害想啊。那么再多一点，会障碍你修道的，清理国土不死啊，就想我的家人啊，我的谁啊，就天天在想这个啊，我那个儿子不知道几岁了啊，我的先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啊，我很想这些。那这些基本上就会比较啊，就是你在情感上啊，六情深吗？啊，六爱生嘛，你在情感上会，因为你想到你的儿子，想到你的父母，想到你的家乡啊，眼泪就掉下来啊，心里面就啊思乡变啊，反正这些就是你的爱烦恼，就是你我爱的部分嘛。那、啊、我爱是因为我见嘛啊，我的父母啊，我的父母已经往生多少年了啊，他是啊，我的父母现在几岁了？在哪里？很久没看到他了。那不管怎么样啊，当然这个是一种感情，但是感情没有在理智的状态下，它就会不断不断的增长，增长增长，后来就会有喜怒哀乐、忧悲恼苦啊，就会这个啊，反正这个都是这样来的啊。所以后来他就讲到欲想、会想、害想之外，又讲到什么清理国土不死啊，然后就讲到这个啊，然后再进一步又讲到啊种性。啊，然后轻侮，因为你自己高贵种性，你看不起别人，就变成八不善觉，啊，其实是这样。那主要是欲想、会想、害想，啊，然后再进一步，这个是主要的啊，我爱的部分，啊，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就是清理国土不死，啊，清理想啊，那这个比较是属于你在打坐的时候，或是你静下来的时候，或是你平常的时候想到，哎，我的家乡在哪里？我还有什么人？我以前在那里过得怎么样？怎么样？哦，那以前小时候怎样怎样，后来怎样怎样？就先想这个。那想这个当然是障道啊，啊！但是他也不是说都你都不想，但只是说你一直在想这些，后来就产生忧悲恼啊，啊，忧悲恼在哪里？就产生这个东西啊，啊，然后所以清理国土不死啊，或是你在强调要长生不老要不死啊，讲到自己怎样怎样，这个是属于自己的部分，这个是以我见而来，这个是以我爱而来啊。那我所啊，我见我所见，我爱我所爱啊，这从这样来的。好，那这个是细一点的，然后再加上啊，后来所谓的种族啊，高贵嘛，然后轻侮嘛啊，然后就变成八不善觉。好，那这个觉就是想。啊，觉观，觉就是想六想生，啊，那都是眼处、耳处、鼻处所生想。那要有时候是受，然后有想，有时候想之后有受，啊，好。那么最重要是这个思，最重要是这个思，啊，那么所以有时候造业是思已业，已经爱聚思思已业，啊，通常爱聚。啊，其实就是无明相应。如果受跟想比较偏重在啊，那么一样啊，比如说这个处了 啊比较偏重在明跟无明。如果是思的话，就是已经到爱我见，我见一定会有我爱，
我见一定会有我爱，我见一定会产生我爱，我爱一定是由我见来啊，所以根本是无明，是我见，但我见一定是由我爱的啊，所以会有爱聚思啊，这个叫故作意啊，故思是故作，故作意，就是你的心一直在这个部分上啊，那爱聚思，那这个爱一定是我见而来的啊，所以这个爱聚思，思一夜，思一夜。他就会容易成熟，啊，佛法是这么说的。好，那所以你看啊，这六识生之后，动发生口就造业，就会造业了，啊，然后当然思之后爱取爱，就有六爱生，眼处所生爱，耳处所生爱，这个是染着啊。那这个爱，这个爱基本上，啊，佛法里面常说的就是啊欢喜。赞叹染着，啊，这个是层次来讲。那如果是类别来讲，就自体爱跟境界爱啊，就我们啊，让大家先把这个东西会通了啊。欢喜、赞叹，然后染着，然后之后啊，你染着了，你没有处理，它就什么坚住。啊，就不舍了，坚住了，就一直这样了，相续，这个叫相续，相续不舍。那相续就有力量，就容易成熟。啊，然后这个就会相续不舍，就会增长，它就会增长，炽盛。啊，我们叫做烦恼增长，烦恼炽盛。啊，就这样了。那我们把佛说的这个道理来仔细对照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对境界的反应，然后我们的苦到底怎么来啊？你会发现是从染着来，爱取来，取就是这个嘛，你一直不放嘛，你恨的人跟爱你爱的人，你喜欢的东西讨厌的东西一直对你造成影响，你非常比如说你非常讨厌，你很怕害怕蛇，非常讨厌蚊子，非常讨厌苍蝇，反正非常讨厌脏的人，反正非常你有那种非常喜欢非常讨厌的人事物，它只要一出现，就会造成你莫名的忧悲恼，这一定是这样。那你要好好去想，你要去想，那或者是比较轻的也有，就是说你在你的生命的过程中，在你生活的境界当中，那么你什么时候起了什么烦恼？为什么？因为佛法最重要的木牛，木牛就是养好你这一条牛。那你要怎么养？你要怎么养？现在讲到第几个？第四个。第四个是腹疮，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牛生病了，你都不知道。牛生病了，你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它怎么生病的，要用什么方法对治，那个牛就会一直病，病到最后那个牛就死掉了。那你修道了，你的道心哪里长疮了？你那个道哪里受损了，你都不知道，到最后。你的道心不是道心，是外道心，是你都是肉有肉的心嘛，你烦恼心呐、啊，所以这个你一定知道是你要很清楚。你比如说我天天念佛，佛会保佑我，没有那种事。我天天念经，我有金刚不坏啊，没有那种事啊。那你就是要往内看啊，你烂在里面你不知道了，你外面。铜墙铁壁，你烂在里面，一打开也是没有啊，烂掉了。外面是好的，金还是金，佛还是佛，但你已经面目全非。啊，真的，你要好好想这个问题。我说是这样，这个啊，那画的有一点啊，现在有一点复杂了啊，那没关系，我们再看啊。所以啊，这个叫失一业啊，失已经失了业。好，所以他爱。如果从他的程度来讲，佛法我是《一阿含经》里面他说的，佛陀说的，欢喜赞叹，啊，这个是心啊，心欢喜，口赞叹啊，那个你欢喜到能够赞叹出来，那个是欢喜在加强版啊，啊，然后一直心都在那个里面，念着不舍，
啊，然后最后坚住，就一直在那里面了，住在里面了，啊，你的心一直把这件事挂在里面了，啊，有挂碍了。好，那么这个是从它的层次来讲，如果从它的类别来讲，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自体爱跟境界爱，自体爱跟境界爱，自身的跟境界的，自身跟境界的。对于境界的染爱跟对自身的染爱，啊，那这里比较啊，因为对自身的染爱而产生对境界的染爱，通常是这样，啊，因为这境界是我所欲的嘛，所以六受身、六想身、六识身，所以这个取里面有我与取，有欲取，欲取是感官面对境界它的需求、它的贪求，那境界爱就有已经得到的殊胜境界，叫做比比喜乐。啊，那么还没得到，但是你一直一心想得到的，这个是那个是比比喜乐。那这个你已经得到的，你守护好好，不要让它失去的，那个叫做喜贪俱显。啊，那如果是出家人，很容易在哪里比比喜乐？啊，那比比喜乐就是想得到的哦，我以后啊要盖一个什么样的道场？道场里面要有什么装备啊？这边要摆什么佛像，那边摆什么，就有一个远景、愿景啊，那个也是哦，啊，那但是就是说，这个还是算好的，啊，那比如说这个很多啦，就比比起，就是你还没有得到的，你的心一直在那一边，啊，我以后要度啊这个一万个徒弟，啊，我的誓愿要多大？里面要是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设备，什么设备，好像就有一个愿景，它也不是坏事。但是当你一直染着在这里面的时候，那么它就不是好事了。啊，为什么？因为万一你已经快成就，还不能成就的时候，你就很生气。啊，道场钱已经筹好了，可是人家政府官员不跟你配合，啊，你就会很生气，因为你那个一心要达成那个目的，你现在不看烦恼了。不看缘起啊，不看无常啊，你只看到你想要的了，啊，那个这个就是这个过程哦。那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啊这种现象，就是说你有一个目标，那个目标不管是世俗的还是佛教的，那佛教的很多也是世俗的哦。好，那我们不管，先不管这些，你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啊，可是这个目标一个理想，但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它不一定能够在你有生之年实现，而且你可能中间会有很多障碍，很多流难。但是你为了要达到理想，你可能有两种：一种就是为了达到你的目的不择手段，开始起烦恼造业，只为了达到目的，这个也有；第二个就是你因为不能达到目的，但你也不敢去造业，怎么办？忧郁。就开始忧悲恼，开始忧悲恼。可是你也不晓得这个忧悲恼一直在增长，因为一直不能有办法达到，一直到你死之前，他都在忧悲恼当中。你看怎么办？你本来这个理想是要能够让大家都去除忧悲恼的，让你自己也没有忧悲恼，让跟在你旁边的人也没有忧悲恼。但是后来你却为了这个天天忧悲恼，你看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那你已经把缘起无常无我的东西丢掉了，你已经把六情仓开始就是这里嘛，六爱生六情生，你已经把这个观念丢掉了，所以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去除你的忧悲恼，让别人没有忧悲恼。结果你为了达到这个理想，你自己充满着忧悲恼，也影响周遭的人都忧悲恼。啊，真的，我们如果这样。看下去，这个世间的人都这样，佛教界有些也这样，就为了要达到了啊，那就会有很多问题哦。那你要好好，现在要好好，佛陀叫你观，我们的目标一定要放在离苦，没有忧悲恼，心无挂碍，解脱无我这个地方，其他都是帮助这些的。那如果有其他的，我如果其他的地方没有办法帮助。我达到这个目的，我要舍掉那个东西，而不是舍掉我这个根本的目的，叫做我要离一切的忧悲恼，我要心无挂碍，啊，我要无我，啊，因为世间本来就是无常无我的。
好，那你要看到世间的缘起，看到世间，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看到世间的无常，看到世间的缘起，最重要要看到自己烦恼的升起跟不升起。所以这个佛法叫做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嘛。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要离忧悲恼的过程中，不断的增长忧悲恼，已经忘失了是要离忧悲恼，其实就是离苦了。忧悲恼是所有苦的代表，所以佛法最后叫做忧悲恼苦嘛，存大五蕴俱集嘛，啊，就讲这个啊。好，那这个六畜生，我们看哦，那六畜其实就是这个啊根的外六畜啊，六四生。那么这个是畜，根尘是根尘和合生是。根尘是和合生处，就六畜生。佛法讲六畜生，那心理反应，六畜生里面底下其实有三个：六受生、六想生、六识生。那所以你在有感受的时候，你就要观察这个是苦受还是乐受，你开始要观察。那不苦不乐的时候，你也知道现在不苦不乐。那么当你先觉察的时候，所以他叫你要正观嘛，这个就是正观啊，不然要怎么观？他就这么观了、啊。当你有苦受了之后，你知道这个是根尘是和合，苦还是苦，但是你不会因为苦起烦恼。那么乐还是乐，你不会因为乐起烦恼。苦起烦恼就是嗔恨，乐起烦恼就是贪爱。就好像医生在给你治疗，医生在给你治疗很痛，可是你知道医生是在给你治疗，你会忍痛，你也不会嗔恨医生，不会啊。那如果不是医生在给你治疗呢？啊，那蚊子咬你，苍蝇叮你，人打你，你就会起嗔，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心里面要了解，这个不过就是苦受都是一种反应，反应是怎么来的？你现在如果听回去了，你天天都有境界，天天都要这样想哦，真的，你就要很习惯的，你不要还要拿经来对照，不用，不需要，那个就是你自己身体的事，你看你自己的身体。你还要拿一个人体的表哦，这个是眼睛哦，这个是我的眼睛哦，这个是我的耳朵，还要对照吗？你要照一张相片对照哦，我的眼睛在这里啊，对照不需要的，那个都是你自己的，你天天摸，天天看，哪里会不知道？你的烦恼不需要对照白法明伦论，不需要对照俱舍论，有什么烦恼？你自己观察就知道了嘛。这种东西，问题是你都没有在观察，天天研究那个俱舍论的烦恼是什么，什么体相用是什么，然后白法明伦那个体的，那你看到书本上的烦恼名相，没有看到具体内在心的烦恼相，那你有什么用？没用啊！真的，我看见很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你的修行不是把那一本书翻烂，把名词背起来，你就不是，你可以不懂这个没关系，但是你很了解。啊，简单的佛法就讲这个而已啊！你很简单了解，哎，我现在因为这个境界升起了这个烦恼啊，这个人讲这句话让我很难受，难受。佛法说难受是一种苦受，苦是怎么来的？看想哦，啊，这种人赞叹我，我好高兴哦，嘿，我现在因为这个乐受升起贪了吗？我因为这个苦受升起嗔了吗？我这个是眼处所生受还是耳处所生受？我是看到这个人。啊，我跟他打招呼，理都不理我，有什么好骄傲的？哎，心里面升起什么苦受嗔心啊？你马上要看到，哎，佛陀说这个受，我现在开始有不好的感受了，啊，那佛陀说这个受苦受乐受，我现在是苦受还是乐受？好，是苦受，是眼处所生苦还是耳处所生苦？好，是眼处所生苦，眼处所生受。眼处所生的苦受，啊，哎，我跟他打招呼，他不理我吗？啊，那是我跟他打招呼，你好，啊，有什么好不好？耳处所生受，啊，你看，耳处所生苦受，还那我们不会察觉到，我们不会察觉到，我们会一直在里面增长欢喜赞叹懒着兼住，啊，那弯过来就是嗔恨了，嗔恨啊，毁谤啊，我们就这样，一样是懒着兼住哦。那你要现在我们真的要修行，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件事都这么觉察，这么觉察就出佛了，啊，或是完全不起烦恼，那是阿罗汉。出果、恶果、三果都会有烦恼，但是烦恼没那么重。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果都没有，啊，那但是我们就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啊，不管你有多大的理想，有多大的抱负，
有多大的愿景，你要成就，你要成就啊，佛国净土啊，不管先这个目标先立下来，但是先从自己看到自己的烦恼下手。你先要养德了，现在养教你怎么养牛了，你知道吗？教你怎么养牛，你说养牛还要教？不是教你养牛，教你养德，养那个道德，道德道具有的德性，教你做这个好。那你看哦，六想生，六思生，所以你了解了之后，他有六爱生嘛？那他这里讲说富六情仓，有没有？富就是当你烦恼起来的时候，你不能没有嘛？啊，你要在这个地方爱。那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处，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最后在这个地方，那这不行了，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要控制啊，这个地方要这个控制了，到这里它就是觉察，到这里它是你要开始调我有苦受，刚才我们讲苦受乐受啊，如果你把心，比如说我们刚才啊，我跟这人打招呼啊，师父你好啊，那师父看人家不理你，你开始心里面有不同的想法哦，啊，然后那你要看是不是跟烦恼相应的哦，啊，那烦恼相应生嗔，那你要看到你自己起嗔恨心了，那个是很快的，可是你的烦恼升起的很快，你后面的觉察也要很快。如果没有，你已经过了很久，已经气很久了，才想到说，哎，对哦，我为什么佛说？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佛说苦受是怎么来的？哎，你开始想到了。大部分的你要冷静下来才会想到，要冷静啊，因为那个心追逐的境界嘛，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怎样怎样开始就开始心里面，那以后看到他也不跟他打招呼了，我就不跟他打招呼，我干嘛跟你打招呼？你也没有比我厉害啊，反正类似像这样。那么这样开始那个内心就不断纠结哦。有些人不知道的话，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十辈子都这样过，你看那个我们三昧水忏那个元阳朝寿14、14，他那个问题在，你看他这14中间啊，你看他一直不得安宁，可是他没有想到啊，他那个烦恼，他那个贪啊，那个瘤长在里面了、啊，所以他就变成人家膝盖上的一颗瘤嘛，啊，你看哦。啊，那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东西啊，根尘是和身处六畜生。如果你在起心理反应之前，你就觉察到了，那个你厉害，你就不跟无明相应了，就在这里，你不跟无明相应，你就升起智慧慈悲啊。比如说我对他很好，他都对我不好，哎呀，我跟他的善缘没那么好，我应该要跟多他广结善缘。啊，或者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虽然我对他好，他对我不好，那表示我做的还不够好，啊，反正你就用从这一方面增长自己的慈悲智慧下手了，啊，再进一步没办法啊，增长自己的忍耐力下手。如果有慈悲智慧的人，不需要忍耐；有慈悲智慧的人，没有忍耐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忍耐这件事。就好像你吃素啊，我吃素的时候说。哎呀，你是怎么忍耐可以不吃肉的？我不吃肉不用忍耐啊，对不对？我不吃肉干嘛要忍耐啊？我就觉得肉不好吃啊，肉有杀生罪业啊，就好像一只苍蝇问一只蜜蜂，哎，你怎么可以忍耐大便的香味啊？我对大便觉得不香啊，对不对？对苍蝇来讲，大便是很香的呢，他觉得蜜蜂怎么看到大便都不会想吃啊，真奇怪。他甚至把小孩子养育在大便里面呢。可是蜜蜂那个蜂巢养育的是用蜂蜜，而且是还要防细菌的，完全他们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那如果一只蜜蜂问一只苍蝇问一只蜜蜂，哎，奇怪，那个大便那么香，你怎么都不会想吃哈？那个蜜蜂要怎么回答？对不对啊？那一样啊，以前就常问我，奇怪，你怎么都不会想吃肉啊？你那个没有人在的时候会不会偷吃啊？我要吃就吃，我干嘛偷吃？我吃又不犯法，对不对？我就觉得那个不好啊，对不对？对我来讲，它没有吸引力啊。好，一样哦。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他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他那么要忍耐，干嘛要忍耐？哎呀，我今天八关斋戒，我要忍耐。我今天受戒，我要忍耐，我不吃肉。
等我明天我再好好吃。他那个叫做忍耐，你知道吗？啊，那平常不能吃，做梦梦见哇在吃肉，吃得很高兴啊，那个是有忍耐的，压抑的。但是真正你那个内心那个智慧生出来，你不需要忍耐的。但是一般我们没有嘛，因为我们是无明的嘛，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通常在这个受想这个地方，受跟想，想当然来自于你平常的观念，受就是你的情感的部分感受。这个时候你要了解了，身受还是心受，是身受还是心受？那么心受，身受跟心受，那么身可以受苦，但心绝不起烦恼，绝不受苦，不因此而受苦。要从这个地方下手，那没办法了，就要在六爱身下手了。不要让爱相续、延续、执取，不要在这个地方执取，懒惰了，爱已经是懒惰了，爱已经是懒惰了啊！我们说他自体爱、境界爱嘛，那自体爱就是后有爱跟自身的嘛，自己的嘛啊，就是对于自身五蕴的懒惰嘛啊。那么色是我，受想行识是我嘛，然后对未来叫做后有爱嘛。那境界爱对已经有的境界，已经有的殊胜境界，还没有想要有的殊胜境界，不断的追求，也许是你的理想，也许是你的目标，也许是你的食衣住行的东西。那么你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起欢喜赞叹懒惰，然后坚住。所以六情仓其实六爱生来的。好，时间到了是吗？好，先下课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上面讲到这个是复六情仓，那好，那接着是以说法焉入无我实相啊，空手中。好，那么这个牛啊，养这个牛要让它啊，它外面吃草了之后，那么它吃草最后要让它赶到牛棚里面啊，让它安住在里面啊，在里面安住。那所以他说这个叫做坐焉知坐焉啊，就是那么坐焉的目的是什么？也是防烦恼的。他这个是防，那前面那个是去除烦恼啊，因为有焉在，有焉在。前面跟这个第四个跟第五个差在哪里？第四个是已经起烦恼了，你要怎么样去调伏对治？这个坐焉是，如果有烦恼，因为有焉，烦恼会出来，啊，烦恼会出来。那么如果没有烦恼啊，那么焉在，烦恼不能入，这个文隐不会入嘛，文隐就不喜欢那个环境啊，啊，如果你的牛棚里面有文隐，它有虫，它当然会咬牛啊，会损害道心啊，有烦恼会损害道心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内在有正念正知了，对佛法有正念正知，烦恼不能入心，烦恼不能入心的话，它就不会伤害你的道心，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要常常啊，就牛住的地方啊，那要常常怎么样啊，常常要烧那个烟，可以驱蚊蝇的烟。那么从佛法来讲是什么？可以除烦恼断烦恼的法，可以调伏烦恼断除烦恼的法。而且这个法的根本就是要怎么样，要就是可以断除了，就是让烦恼可以不再起的这个法啊。好，就是不会再有生死了啊。好，所以他这里讲云何知作焉，除诸文盲，牛遥见焉则来去向无舍。因为牛知道有焉的地方文隐不会来，所以啊，他如果在外面被牛，因为外面很空旷啊，啊，境界很多啊，啊，时不时就飞来一只蚊蝇咬它。那么它如果太多了，它就进那个什么，进那个牛棚里面。那你没有蚊蝇，那像我们如果烦恼太重，我们为什么要去拜佛、要去念佛、要去诵经啊？这里没有烦恼吗？啊，然后这里可以听听佛菩萨怎么跟教我们出烦恼吗？啊，其实是这样。所以牛遥见焉，则来去向无舍。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我们为什么要来出家？我们为什么要来修行？因为这里清凉自在，无有忧苦啊，主要就是这样子的嘛，啊，是不是？啊，哪里知道一进来忧苦比别人多啊？啊，那所以你这个就是你，因为你不知，你没有除烟吗？你不是都没有除烟，你没有用烟啊，不知道做烟。你看很多人其实不出家烦恼还没那么重哦，出了家烦恼更重，而且他还不知道他有烦恼。真的我看太多了啊，我们一开始当然也是这样了啊，我们一开始都是向外看，很少向内看啊，都是向外调整别人，很少向内修正自己，都是这样了啊，向外要求别人，很少向内要求自己。那向外要除去别人的烦恼，你太嗔恨心了，你太牵连了，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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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但是很少向内，很少向内观察自己啊，那就是很容易向外观察别人的烦恼在哪里，烦恼有多重，你都给他称好了啊，你对他的烦恼了如指掌，一清二楚。可是就是对自己的烦恼不明不白啊，那而且不承认这个是自己的烦恼，我哪有，我哪有，我怎么会，我怎么会，你就是有，你就是会啊。可是他不承认啊，可是这个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的哦，啊，人家指出他的错处了，他说我哪有，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啊，是你对我有偏见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偏见了啊，但是他马上就起烦恼啊啊，那这个他也没看到，而且人家讲的对不对他一概先否定，这个就表示他是有烦恼的。如果没有烦恼的，他会先听
就是说他知道，他习惯，就是他的习惯了，他会先听，哦，他讲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哎，我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没发现到被他发现了呢？就好像我们脸上有一个脏的大这个苍蝇大便，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因为那个没有看见了，没有照镜子不知道嘛，没有照镜子，别人很容易就看见了嘛，有没有可能这样呢？也有可能啊，所以他会先想，哎，是吗？我先想一想，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如果没有，那可能就是有误会，或是有偏见。那他为什么会对你升起这个偏见呢？为什么别人不这么说，就他这样说呢？你跟他的善缘不好啊，我们就这样嘛。那你就会从改善善缘，或是如果有，那你就会改正自己；如果没有，你就改善跟他的善缘嘛，或是没有办法改善跟他的善缘，不要增加彼此的恶缘嘛，啊，就这样就好啦。那这个才是正确的修行方法。啊，要不然你就天天在起烦恼、增长烦恼，啊，这很麻烦啊。那你不知道，你以为哦，你天天诵经、参加法会、啊、哦、念佛打坐，这个就是修行？没有，你都还没有修到调伏烦恼、觉察烦恼这个阶段。你连觉察烦恼你都不觉察，你要怎么？你连贼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那贼会什么？贼会偷你家的宝贝啊，最有价值的会先偷。偷到你一穷二白，贼绝对不会趁着你不在偷偷进你家帮你倒垃圾，不会，绝对不会这样。一定是你最价值有好不容易赚钱得来的东西会不见，你好不容易修行得来的是什么？你的正见、你的智慧、你的慈悲、你的忍辱、你的布施啊，一定是这些东西嘛。可是因为这个烦恼一点一点的什么，开始不忍耐了，啊，开始不布施了。啊，你这么欠贪，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啊，那你对我这么不好啊，我为什么要对你起慈悲？啊，反正就这样嘛。那么渐渐就怎么样？你那一种好不容易培养，啊，一佛、二佛、三世五佛培养来的这种德性啊，一点一点的流失，一点一点的流失，贼偷去的烦恼，这个叫所以烦恼叫做有肉，天天的肉丝功德啊，其实就是讲这个道理啊。那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你老实讲，不管你打坐可以做多久，不管你念佛能不能念到一心不乱啊，那么不管你持戒持到啊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标准，我告诉你，你的烦恼就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完全不察觉。你很会赚钱，可是赚的钱不够贼偷，真的啊，那就渐渐没有了。这个我们要很注意啊。所以他这里讲，云何而知作烟？除诸文猛鸟遥见烟，则来去向无舍。啊，牛看见这个烟，知道这里是安稳处，知道这里是安稳处，他自己就会来。那我们自己也要知道哪里是我们的安稳处？佛前面吗？我们有问题跑来佛这里就安稳了吗？不是，要法，要法。佛听佛说法，最重要是听我们诵经。我们诵经主要的目的在听佛说法，就是闻说佛法。那闻法之后要善解其意，然后能够入心，然后入心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不会再起烦恼造恶业。重点在这里啊，而不是把经念过一遍，把佛的名号反复念几遍啊，那这样佛就帮我们解决烦恼？没有，没有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去向乌舍，要去向什么？去向佛法啊。那乌舍是一个自在的地方，要去向解脱，要去向无烦恼处、无忧恼处啊。要这样，你这个是很重要的哦，你一定要常常记起来哦。我现在修行的目的是要去向无忧恼处啊。那所以，无忧恼是什么？有没有烦恼嘛？啊，那你有烦恼？你自己生起来的佛怎么能够帮你让你不生呢？没办法。但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不生啊，那你不念佛的时候你就生了吗？啊，所以一方面念佛法生，一方面念贪嗔痴啊，交换吗？啊，二六十中吗？啊，有时候念佛法生的时候不起烦恼，然后佛法生不念的时候啊，那念贪嗔痴啊，就这样嘛。啊，那么所以这里讲啊，如是，你说比丘也是这样，你看他后面就讲这个道理啊，啊，这个放牛经看起来没什么，其实都是道理啊，都是道理啊。那比丘也是这样，
如所闻，你看啊，耳说啊，你听到什么，那么你要去什么复诵啊，那么你自己要知道，也让别人知道。你先要自己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怎么让别人知道？那你先知道，然后如果有比丘或有众生除烦恼，因为你这个说法烟是要除蚊虫的，你不是要什么招蚊虫的啊？有些人说了法更容易起烦恼哦，啊，真的，啊，他不叫你怎么断除烦恼，那你更增长烦恼了啊，你就更麻烦了啊。所以你要以这个说法烟啊，如所闻而说了，就是你，所以叫做如实说嘛，如实知，如实见，如实说啊，那就是你要。法是这样说，你就这样说，啊，那我们不是非法说法，这个根本不是佛说的。那你一直说这个是佛说的，比如说你说啊，念什么咒就可以灭什么罪，佛明白就说不是这样子的，罪从你的心生起来，从你起烦恼造恶业才有罪，罪就是罪报、果报、苦果，你的罪从你的业恶业来，恶业从你的烦恼来。烦恼从你的不如实知、不知缘起、不知无常、不知无我而来，就是刚才讲的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嘛。啊，那所以你要从这里下手。那你没有去觉察你的烦恼，没有去控制你的烦恼，没有去调伏你的烦恼，你怎么可能没有罪呢？啊，因为你一定会造业嘛。你不调伏、不控制，它一定会动发生口造恶业，恶业相续一定会成熟，成熟一定会受果报，那个叫做罪，罪业吗？那你不从那个根本下手，你怎么可能说我念佛，我念咒，我念经，那么我的罪就没有了？不可能嘛！啊，所以以说如所闻而说，除诸结识闻嘛，啊，结识也是烦恼啊，只是。结它就重在你打不开了啊！你要一定要用心用力啊，因为要打结了嘛啊。那么能够让你去做这个做那个啊，那以说法烟引众生入于无我实相空舍中啊。那最重要是你要先度你自己，你要先能够解决你的烦恼。你本身周遭绕着一大堆苍蝇。然后你说跟我走到每一个没有苍蝇的地方，你到哪里苍蝇蚊子就到哪里，蚊蝇就到哪里啊！你看这个人充满着烦恼，那教人家修行，他怎么修行？啊，充满着贪爱，充满着嗔恨，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诅咒人。然后他说：“哈，你跟着我修可以得解脱，那有可能？”你跟着我到一个无忧苦的地方，我看你全身充满着忧苦，谁跟着你谁就忧苦。那么，所以你自己要，你先要，所以超度要先超度自己的烦恼啊。啊，所以我们累劫的冤亲债主就是我们累劫的贪嗔痴啊。啊，没有，我们没有一刻，除非你证出果，啊，那你有断一些烦恼，那你证三果，把欲贪跟嗔断掉，要不然无始以劫来，他没有离开过你。最爱的就是你的贪嗔痴了，你最爱他，他最爱你，因为生生世世没有离开过，啊，那所以你要知道，无明贪爱一直跟我们长相左右。那你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佛没有办，佛只告诉你除无明贪爱的方法，调伏断除贪嗔痴的方法，他没有办法帮你调伏贪嗔痴，没有办法断除你的贪嗔痴。因为没有办法断除你的贪嗔痴，他没有办法除去你的罪业，因为罪业是从贪嗔痴来的，这个在四谛里面就是这么说的，缘起里面就是这么说的。好，所以以说法烟引众生入于无我实相空舍，无我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空，啊，就进到这个屋子里面了，就进到这个境界里面了，其实就是你要说法。你说法是要让众生得解脱的境界，去讲的是这个啦。那你修法是要让自己得解脱的境界，那你说法是也要让众生得解脱的境界。解脱就是无有恼处嘛，就是灭一切苦处嘛。啊，其实是这样。所以入无我实相空舍中，啊，那这里啊，我们说来先说一下法的核心。
啊，所以佛陀说什么叫做说法，什么叫做法师？说法啊，一定是说什么？说五蕴无我，一定是说三法印啊。离了这个说啊，你说诵这一部经功德有多大多大啊？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幸福美满啊，这个当然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对啊。但是说法最重要的是要让众生到无忧恼处啊。那么法，佛陀的法啊，这里叫做实相啊。那有时候我们叫三法印。法基本上有很多种，一种就是道理，一种是道路，啊，那一种是现象，啊，一切法就一切现象，一切法无常，一切现象都是无常的，啊，那个也是法。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法，说法、修法的法，说法、修法、见法的法，啊，所以他法焉嘛，他讲法焉嘛，啊，焉就是你可以闻得到，你也可以看得到的，有见有闻，那主要在闻啊。然后你所见闻的法，你所见闻的法能够除烦恼，就是除烦恼法，知实相，重点在这里。那实相是无常无我的啊，如果你的法不是无常，不是讲无常无我，那你的法没有办法得解脱。如果你的法没有从除烦恼下手，那么你也没办法得解脱啊。好，那所以法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缘起、四谛跟中道。那不管你是知缘起、见四谛、得中道，都是证无我，都是证无我啊。所以他这里讲无我实相空舍中，无我就是实相，他就是无自性，他就是无我是实相，实相是无自性。无我也是无自性啊，无我就是无自性，应该这么想，无我就是无自性。啊，它就是空啊，实相就是空，一切法空啊，有时候叫一切法毕竟空啊，那所以叫做性空啊，无自性空啊，性空，自性是空。那缘起啊，简单讲，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啊，那详细来讲啊，那么此有故彼有啊，或业苦，或灭则苦灭啊，基本上是这样，或啊业苦。啊，那或业苦循环啊，或灭则业灭，业灭则苦灭。啊，就这样，啊，那这个详细来讲，十二缘起，啊，或无明、缘行、有业、有名色、四名色有五蕴身，啊，四名色有四名色就五蕴身，有五蕴身，有五蕴身，五取蕴身，这个是四名色，刚才我们讲的啊，四。名色四缘名色，啊，就无蕴身，那就这样啊，就是你的生命怎么来，那他又怎么样？这个苦无蕴身，无蕴就存大苦聚，有忧悲恼苦，有生老病，有生苦，有辛苦嘛，有生有心，生是老病死，心是忧悲恼，啊，那就这样嘛，那不断循环嘛，那苦苦又起烦恼。苦又起祸，起祸又造业，造业又受苦。那苦怎么起祸呢？啊，刚才我们讲六受生那个就是啦，啊，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六识生，就六爱生啊，那个就是苦，因为苦又起祸，又起烦恼，啊，那起烦恼又造业，怎么造业呢？啊，六畜生、六受生、六想生，跟尘世合而生出无明相应处，啊，就造身口意业，起贪嗔痴，造身口意业。就六受生六想生就这样，那造业又怎么样？又感召爱取有，又有啊，有又无明行是啊，就这样啊。详细讲就十二缘起，简单讲就是惑业苦啊。那佛陀一贯的更简单的说法，无明所缚，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就这样啊。那么或者说啊，这个无明缚爱结系。
啊，此因灭矣，一因相续啊，就一直轮回啊。讲这个好，这是缘起啊。那你知道了，缘起有两个，此有故不有，此无故不有。那因在哪里？因在无明，或在爱啊。你从爱下手，从无明下手，从无明下手，观无应无我；从爱下手，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其贪嗔痴。或从六受身下手，苦受、乐受，苦受不起嗔，苦受之苦，乐受之乐，不苦不乐之不苦不乐，不起贪嗔痴。或从六想身下手，欲想、会想、害想，有贪吗？有嗔吗？啊，要怎么调伏？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就从这里，啊，一样啊。你看修行就是这里哦，啊，那我们都不知道呢，真的。我后来学佛很久，我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都是天天念这个经，念这个佛，念这个咒，然后我就能灭苦。有一天我就能灭苦，没有，没有那一天，等到驴年了，啊，没有驴年了，啊，那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因为苦是从业来，业从烦恼来，烦恼从我见我爱来，我见我爱，就是你不知道你有我见我爱，不知道什么是我见我爱，不知道怎么灭我见我爱，那就麻烦。所以跟你讲清楚了，叫做什么？叫做四谛。啊，给你归纳，所以缘起是竖着说，四谛是横着说。苦，苦有因有缘，世间起，这个是苦跟起。苦就是五蕴生，苦就是五蕴生，这里的五蕴生是苦。啊，我们讲嘛，生苦辛苦嘛，这五蕴生嘛。那五蕴生怎么来的啊？像你讲的，莫业苦，这个苦是五蕴生。我们这个生死就是苦，轮回生死是苦。啊，莫业苦，莫业苦，轮回生死是苦啊。那苦怎么来？急。有因有缘世间起，世间是苦嘛，世间是五蕴身心嘛。好，那有因有缘世间起怎么来？业跟烦恼，业烦恼啊，苦怎么来？业烦恼啊，就这样。有因有缘世间起啊，啊，有因有缘世间灭啊。那我现在要灭苦，灭苦必须要灭业，灭业必须要灭烦恼。那我怎么样灭掉业跟烦恼？啊，重点不在灭苦，我们都把重点放在灭苦，没有苦要灭，必须没有这个业，没有这个业，必须没有这个烦恼，所以重点要灭烦恼。灭烦恼要先调伏烦恼，灭就是完全没有，叫做超越灭，要先断除调伏烦恼，你要先断少分烦恼三结，啊，先断三结，然后慢慢断，慢慢断，你不能够一下子全部断。大部分的人不行啊，那少部分的人可以一下子就全部断啊，那也可以啊，但是大部分的人不行，要先断。你要断一切烦恼之前，要先断少分烦恼，要先断见烦恼，身见戒尽取矣。那么要断这些烦恼之前，然后才断爱烦恼、欲贪跟嗔啊，所以出国、二国、三国就是这么来的嘛。然后你要断见烦恼之前，你要先建立正知见，要去掉戒尽取跟见取。要先建立正信正见，要先正信正见。你要断爱烦恼，你要先有正与正业正命，啊，不然你的行为里面都充满了贪爱。所以你看，等一下八正道，八正道跟八不中道啊。那你看，所以这个是什么？烦恼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苦会灭。世间是苦嘛，世间就是苦。有因有缘，苦会升起；有因有缘，苦会消除灭除。所以苦集灭道，苦果、苦因、苦灭就是涅槃。苦灭就是涅槃，解脱涅槃，就是解脱涅槃哦。它就是解脱涅槃的境界。那灭苦有灭苦之道，那要怎么样灭呢？要八正道跟八不中道。说八正道啊，我们看哦，啊，八不中道是这里，八中道呢？好，我们把这个擦掉啊。我都是归纳起来贯通跟你们说啊，你们容易明白。我们从这个中道说就好了，啊，那他都是要得无我的，哦，最后都是无我，最后就是合乎三法印的哦，啊，所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哦。好，那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业是身业、口业哦。正面是正当的生活，出家在家都一样，现在出家在家很多不正面哦，
啊，正的啊，啊，正，正以正业正命，正念正定。好，然后中间有一个正精进。它通常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啊，这个，这个，啊，这个好。那真经当然可以贯通一切。好，那你看哦，这个是观念上的，啊，观念上的错误要先去除。所以要正见哦，要法跟律，要如实知如实见哦，要如实知哦，观念，修行的观念啊，那佛法的正见要先啊确立。确立正见，然后正见要从正信中来，正见要从正信，正信就是信三宝，啊，你从三宝中得正见，可是我们现在从三宝中有时候也不得正见哦，啊，因为现在的三宝跟以前的三宝，佛陀时代的三宝已经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还要在正见跟正信争中啊不断，以前是佛说的跟舍利佛目犍说的一定是正见，现在。佛弟子说的不一定是正见哦，佛陀时代也有佛弟子说的不是正见，但是去问佛，比如说阿离藏，啊，阿离藏比丘说无欲非藏道法，啊，那么这个基本上啊，他就不是正见，啊，但是佛就跟他讲，你这样讲是不对啊，就去跟佛说。那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啊，所以大家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啊，就很麻烦了。所以以前是由正信得正见，啊，但现在。现在正信也不晓得什么是正信了，啊，就即使卢生业也说他是正信的佛教，你看啊，这真麻烦，啊，所以就很麻烦啊，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要多闻了，多闻，然后要思考，最重要要思考，啊，那从这里把见烦恼先调伏，啊，所以八正道里面，你看这个是离戒禁取哦，离戒禁取跟已哦，戒禁取跟见取。然后确定对四谛没有怀疑，四谛无疑有，对这个理论啊没有怀疑，啊，然后所以你才能证，你才能断生见哦，要不然没办法。然后这个主要是你把这些得来的东西应用在你的身口中，身口跟生命中，生活跟生命中，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维持生命的，维持生活的，你日常生活跟你维持你生活的，让你生命可以持续的修行的，那么这一些，那么你都要跟正见正思维相应，啊，所以正与正业正面，那么正与正业正面就是你在调伏烦恼的阶段了，啊，你不在这里起烦恼，不会因为你想得到你下午要的，拿去伤害别人，啊，误导别人，啊，不会因为。啊，那你需要的，那么你不管别人啊，不会这样，啊，那所以这个是你在这里养成了之后，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那么你正精进啊，加功用行，正念正定，然后再得解脱的，基本上是这样，它一个次第，啊，那它不离开身口意啊，不离开身口意啊，戒定慧，这个是戒，这个是定，这个是慧，那戒定慧就是要熄灭贪嗔痴的。这个是离痴，离痴烦恼，没有痴烦恼。这个是离贪跟嗔，啊，离贪跟嗔。这个是先烦了，防了啊，啊，防贪嗔痴的增长，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但是要先离。这个这里是正念正定正精进啊，用功正念正定啊，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更让心更有力量啊，培养定慧啊，培养定慧，让心啊增上心增上慧啊，培养定跟慧啊，那基本上是离五欲或是离这个，只要是离调举的散乱啊，调举散乱。然后让心有力量，让心有力量，啊，去除障道的因缘，
那么增加助道的因缘，那主要是这个心，心的这个体性啊，主要是这样。那么你所观的，你这个心所观的必须要跟法相应啊，这个是修行的法，这个是你正知的法，它必须是理有无两变，理有无两变，有无两变。所以跟家长演讲啊，正见世间己，就四谛那个正见世间己，不生世间无见；正见世间灭，不生世间有见。理有无两变，就是常断两变啊，生灭有无，其实就是生灭啊。那么可以这么走，那么详细的说就是生灭常断一义来去啊，来去啊。那么你不会执着有跟没有啊，就是具体的存在跟不存在啊，就是这个就是无自性一样啊。那么你证得的法，你离了这个那八部中道里面主要啊，那中道当然只要是八部中道啊，那详细说的话就是离苦乐两边，离极缓两边，跟离生灭缠断的意义来去这两边啊。那么另外有所谓的离苦乐两边修行的方法啊，苦乐两边，急跟缓两边，心态上不要太急，也不要缓不济急，那不要偏向苦行，也不要偏向五欲，就中道啊。那其实是这样，那最重要的是八部中道啊。好，那才能够证得实相无我，才能够得解脱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那这个都必须要很熟啊，你不用看书，你稍微那反复想，反复想几次，你就很熟了，啊，那你要常常想这些，你要想的是这一些哦，你天天要想这一些。那如果你没有想啊，你不念这种经，你常常念那种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谁又怎么样，谁又怎么样啊，佛教界又怎么样啊，这个其他的演艺界又怎么样？你常常念这种经，那哪有什么办法啊？那你要念的是念这种经啊，这个才是一本正经。那是正确的，你要从这里下手，天天想这个啦，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啊，不要想那些世间的啊，世间的事可多了啊，这只红蚂蚁跟白蚂蚁打架，你也要操心啊，这你管的也太多了啊，你管好自己，你把自己的烦恼管好啊，谁家跟谁家又怎么样，谁家又发生什么事啊，哪一个法师跟哪一个法师又怎么样，又发生什么事啊，知道就好啊，那看到就好。啊，那不要天天想，天天讲，啊，你要想要讲的不是这些，啊，你放那个烟都不是除文盲的烟，都是招文盲的烟，啊，你一放烟呐，啊，这很多蚊虫盲虫都来了，你这个烟不是法烟，啊，叫做非法烟，啊，就很麻烦，啊，所以他这里告诉你，啊，第五个，啊，以说法烟引众生入于无我实相中，那也以法啊，我们知这个法，啊，那么引我们，让我们，令我们啊，入无我实相空色中啊，其实是这样啊啊，真正的烟供，这个叫做烟供啊，就是法烟来供养诸佛菩萨啊，而不是放那一些啊什么烟什么烟供养鬼神啊，不是这样的啊。好，因而知道啊，这个道就是道路啊，其实就是八正道了啊，一样，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次第，如牛啊。知牛所行来去好恶道，啊，你要了解你这样做会到哪里，你这样做会到哪里，啊，你这么修是会怎么样，你那样修又会怎么样？那你要达到这里，你必得要这样修，有这个次第，啊，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啊，那么所以知牛所行啊，我们啊这个道啊道一般佛法来讲啊有三善道、有三恶道，人哪来说了？佛法里面有所谓的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主要有这三个，啊，好跟恶，啊，就好跟不好了。比丘也是这样，那你要知道八正道才能到涅槃。八正道啊，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个法的烟，那个法主要缘起四谛中道，啊，那中道里面主要能够到涅槃的，能够得解脱的，啊，那我们就说依次第来讲。它就是八正道，那么一它的核心来讲就是八部中道，啊，就是无我的核心。
它是离常断一依来去有无啊，那么生灭的，那么这些的，那么才能够真正到涅槃，要不然你会非果即果啊，你有常见有断见，你以为得涅槃，你看见清净自心啊，你以为这个是涅槃解脱，不是啊，因为你还有个自信清净心在啊，那这个是这个并不是涅槃啊，所以一八知八圣道能到涅槃，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面，其实就是界定位了，加起来其实就是界定位，一界定位得解脱的意思啊。那么离断惨恶道啊，你看断惨恶道，所以上面这个法啊，这下面这个道啊，其实就是我们把它合起来讲啊，缘起是第中道，无我啊，入无我，实相空舍，那其实就是入涅槃啊，入涅槃。好，那这个在如果在南传的里面来讲啊，那第五个是适当的时候要帮他除虫啊，第六个是啊，要让牛要知道那条路走起来不那么辛苦颠簸，没有危险性啊，你把牛引到危险的路，你都掉到山谷里面了、啊、被河水淹死了啊，那么走起来就算能到也很辛苦啊，那颠簸了啊，所以要走一条比较平坦而且比较不疲劳也不容易受伤的路，这一条路就叫做八正道啊，唯一一条八正道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要知道其实这里就是告诉你，你要知道修行必定要先知道正确的道路，所以我常讲要配合上修行，要知道三个原则嘛，向上向上向解脱，还要了解啊，那么这个就三个趋向还有三个原则了啊，三个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正确，要八正道，然后纯熟啊，就第二个要适合了啊，就是你修你适合你的，因为道也有很多种，但八正道是适合大家的。那比如说修定，有的人修不净观，有的人修属习观，属习观有的人修啊，念一到十，有的人念十到一啊，那不一定啊，你从十念到一或从一念到十啊，你念初习或念入习啊，那这个是不一定的，那都有看你的习惯啊，你适合你就好啊，就好像你喜欢吃饭啊，或是你喜欢吃面啊，看你的体质适合你就可以，都可以增长营养啊，念初习念入习都可以让你的心安定啊，那么其实是可以的，但是看你的习惯，这个叫适合啊，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正确，正确之后适合，然后就让它反复反复，落一日落二日到落七日，要练到纯熟。那我们观察烦恼也是这样哦，啊，要观察，要常常落一日到二日，落三日到落七日啊，那落一年两年啊一样，那反复的修，纯熟。那而且这样做的目的一定是向上向上向解脱啊，写一下啊，这有很多很重要的观念，其实不难懂，而且很容易记啊。那你可以随口念啦，那你可以很容易意想得到。那么这个你要常常记的，记这个，而不要记啊哪一家怎么样，哪一家怎么样，世界又发生什么事，怎样有什么事啊，这个也稍微知道就好，不要太热衷啊，不要一起去挖这个东西，你要一直深入的不是这种东西，别人的事不需要你深入啊，你知道吗？社会的事国家的事也不需要你深入，你现在是修行人，你要深入的事就是我现在是什么状态，为什么我需要做些什么啊，来让我向上向上向解脱啊，那这个真的是比较重要啊，就是说正见正确适合，你修行的方法正不正确，你的观念正不正确啊，那么你修行的态度正不正确，就中道嘛，正确就是中道，正确中正如实之道，啊，中观就是中道如实正观啊，中观就是中道如实正观啊，其实它没有那么
如其事实，如实就是如其事实，这样就是这样，啊，这只叫做奇异笔，你说这只叫做铅笔啊，你就这样讲就不对了，啊，这样修佛法要从断烦恼开始，要从知烦恼开始，觉察烦恼开始，你说不是，佛法佛你要断除烦恼，你只要念这个咒就可以断除烦恼，这个叫做不如实，不如其事实啊，所以中道是如中观是如实，中道如实正观叫做中观。他叫做中观啊，所以中观也没那么复杂啊，那所以他就是中道，那不是一不是一不是来不是去嘛，所以他讲这个嘛，那中正就是正确无误，正确无误，正确无误如其事实，如这个相，如相如性啊所说的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法性法相，如其法性如其法相而说啊，这个法啊通常就是性跟相，法性法相。那有时候讲体相用，法体法相法用，啊，那如果《法华经》就讲得多一点，讲实如是，啊，讲这个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啊，就从各个角度上去说了，啊，相性体力作，啊，那么那一般我们讲就是如实相如实性，啊，相跟性，啊，相跟性体性，这外相。啊，跟他的内在内涵法相法性啊，那我们要了解，那一切法其实就是无常的、无我的、有为的啊。所以佛法常常说，你观这个色受想行识，还要观这个非即应我、非离应我、不相在。然后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无常、有为、心因缘生啊。他常常这样讲啊，啊，讲一下好了。我是想到我就讲啊。但是这个都是佛法的核心哦，啊，就是你常常要记的东西就是这一些，啊，你常常这个都记不住，你记得住的就是啊，谁又怎么样谁呢？记那个八卦你最厉害，啊，记那个世间的事你最厉害，记那个别人的烦恼你最厉害，那个不要，现在要舍弃这一些，啊，那一些我都记不住啊，要记的就是这一些，啊，那常常讲常常讲啊，我的苦在哪里，我的烦恼在哪里啊，正确适合。纯熟，啊，你看我也是常常记哦，不然我怎么想到就讲出来，想到就讲我可以归纳啊。那么这些都是为了要向上、向上、向解脱，向善，向善就是离恶，离恶，啊啊，离恶要修什么？要修戒，哪叫人向善呢？啊，然后向上。要提升，啊，我们在欲界提升，要离欲，离五欲，所以一般叫做离欲恶不善之法，啊，然后这个要修定，啊，才能离欲，啊，然后这个向解脱，向解脱就是要断烦恼，向解脱一定要先离烦恼，要断烦恼，要断除烦恼，要有正见。这个要会，这个要会，会才能得无我则解脱，啊，这个要离烦恼，断除烦恼，啊，烦恼我见我爱，啊，重点是离我见我爱，啊，这个只是离欲而已，欲贪而已，还有色贪无色贪的，也是我爱，啊，那么基本上向上，那么你向上向上向解脱的法。必须正确、适合、纯熟，那基本上就是八正道，啊，基本上就是八正道，啊，或中道，啊，那都是有常有为心因缘生的，一切法一切法都是这样啊，你要归纳到这边来。好，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这里讲，啊，我们看到第。这个是第六个啊，第七个啊，是八圣道人之涅槃，离断常恶道啊，这个叫做道啊，云何之道啊？那你知道的道不是解脱道啊？你说我知道，我知道啊，怎么样？他怎样？他怎样？你知道的道是烦恼道啊。那现在要你讲，你常常所知、所闻、所念的那个道是解脱道啊，或者。啊，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啊，那在家偏向于人天道，
出家偏向于解脱道，那么有一些比较慈悲有愿力的人啊，那么就行菩萨道。好，那第七个，云何知牛所移处啊？就是这个牛啊，如果依这个南传的来说啊，不是说南传，就白话讲啊，他们也有这个放牛节，就是适当的时候，第五个是适当的时候啊，那个帮他除丑。如果第四个是生病的时候照顾了，就起烦恼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啊，然后适当的除丑。第五个是适当的除丑。第六个就是怎么让牛不疲劳、不受伤、不辛苦，啊，就那条路了好走啊。那第七个，云何知牛所宜处啊？就牛适合住的地方了，就要安住在哪里啊？那人令牛欢喜少病，这个欢喜就是繁衍子息，这个息是下一代的意思了啊。那欢是繁衍的意思。繁衍的啊，子息就是让他下一代，就是越生越多，牛群越来越多了啊。其实这个欢喜就是繁衍的啊，让他繁衍啊。那么少病啊，就是牛群越来越多，而且牛群都很健康啊。那么叫做心肾强壮的。好，比丘也是这样说佛法时，好，那么得清净法喜。诸善根增生，啊，这个叫气力，啊，那后面第八个是气机，啊，气是这样，就是说，啊，那你在说法的时候，啊，那前面知道，啊，前面第五个也是如所闻而说嘛，这个次第有些经典列的不太一样啊，但这里列的是这样的一个，啊，它不一定是有这个次序次第的，啊，它只是告诉你有这几种道理。那第五个是如所闻而说嘛，啊，那基本上也是你而念的啊，你先让自己知道，啊，说给自己知道，那自己知道说给别人知道。那第六个啊，那我们来看啊，它是这个依八正道啊，那来涅槃啊，就是选一条正确适合的路，然后努力去修。那第七个我们看就是说，它重点在是说啊，你要找一个好的环境跟地方，啊，那我们最好的修行的环境跟地方就是佛法，啊，那三宝处，啊，寺院，啊，类似像这样。所以他说说佛法时，最重要是你能够入那个理，你要入理，因为你要入住，你要住在那个实相那个理里面，啊，牛群入住，啊，入住的地方。啊，处所，那我们是入理处，入理的，要入那个理啊的地方，啊，或者说下手处，下手我们要修行的地方，我们叫下手处嘛，啊，下手处，啊，或修行之处啊那个地方，那基本上其实就是那个佛法啊，你要能够明白，所以他这里说佛法时得清净法喜，他的目的你。因为你要怎么样得法喜，清净法喜，因为你要相信嘛，啊，那为什么要让他相信？所以说欢喜信受，欢喜信受叫做法喜嘛，啊，那么他就能够怎么善根增长，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善根有两个，我们说过，一个是无贪无嗔无痴叫做三善根，一个是信净念定慧，对佛法有正确的正信。啊，那么你依这个正信得来的正见，努力正精进，然后正念正定啊，八正道里面的啊，信净念定慧，正精进正念正定而得解脱慧啊，其实是这样，叫信净念定慧嘛啊，那所以你这里说到啊，那么说佛法时得清净法喜，诸善根增上啊。那一般就是说，你要找一个牛适合住的地方，这个地方要牛欢喜住，它不欢喜，你觉得很好，它就不好啊。你说的法，你觉得很殊胜，它就不殊胜啊。啊，那它就是你没有办法真正，你这个法没有办法让它真的增长善根的、啊。所以你的法要让它增长善根，就是它
修这个法之后，你教他修这个法之后，他这样修，他越来越清凉，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欢喜。为什么？因为他的烦恼越来越少，他的苦越来越少，他不太造恶业，他多造善业；他不太结恶缘，他多广结善缘。啊，他不太起贪嗔痴三恶根，他多起戒定慧三善根；不贪无贪无嗔无痴，多起多依戒定慧。你说的法能够让他戒真上、定真上、慧真上，因为戒真上、定真上、慧真上的因缘，就让他向善、向上、向解脱。啊啊，那因为他戒真上、定真上。业慧真上的因缘，就让他少贪少嗔少痴，啊，因为戒定慧就熄灭贪嗔痴的嘛，啊，然后他会少贪少嗔少痴，那么他就会趋向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个叫做什么？善根增盛，啊，那所以他就会从有贪之有贪，有嗔之有嗔，进入无贪，少贪之少贪，少嗔之少嗔，然后再进入无贪之无贪，无嗔之无嗔。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哦，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啊。那这个，所以这个比较着重在气理，你所修学的法要契合真理实相，所以要如实知如实见嘛。那第八个，这个比较注重在契机，契机啊，所以啊，我们把这个讲完啊。云而之际啊，际就是过河了，渡，际就是渡的意思啊。那之易入，易入易渡啊，容易入，容易渡，无波浪二重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涅槃啊，然后是解脱的境界。啊，其实也就是八正道了。比丘也是这样，能够到多闻比丘所问法。比丘所就是比丘的地方，这个比丘多闻有智慧，多闻有智慧，就是他知道八正道，他能够适时适合的告诉你怎么修行，怎么他能够点出你的问题所在，你的烦恼所在。然后再告诉你适合你修行的方法，然后他告诉你这个方法能够让你超越烦恼，啊，度，所以我们超度超度，超是超越，度是度脱，超越烦恼，度脱生死，超越生死，度脱轮回，度脱一切忧苦，啊，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不超越烦恼，你就没有办法度脱生死，你不度脱生，你不超越生死，你没有办法度脱一切忧苦，因为一切苦都是从生死中来，啊，那一切烦恼造成一切的生死，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超度。所以易入易度，无波浪二重处，比丘也是这样啊。你能够到一个真正多闻有智慧的啊，多闻就是有智慧了，闻思修，闻思修。啊，所以佛法常常讲多闻智慧的圣弟子，以及愚痴无闻的凡夫，啊，所以能够到这个多闻有智慧的比丘处所，啊，就亲近啊。其实这个就是佛法师一流，就叫亲近善事啊，亲近这个善知识，然后跟他问法。你亲近善知识，不是要去那边要吃的啊，要住的啊，也不是啊，看那个善知识。啊，看这个人啊，庄严啊，唱歌好听，钱多啊，弟子多啊，威德力大，也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你亲近善知识是为了要听闻正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依附善知识，不是为了听闻正法，哦，啊，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你要到这个多闻比丘处问法。那么这个说法的人要知道这个人。心的立顿啊，他的要知道他的根基啊，啊，他懂得不多，那你跟他讲那么多，讲那么深，他没办法吸收了，啊。就好像医生要知道这个病人的体质啊，他的体就很虚，你给他那么补啊，他受不住啊，他也消化不了，他胃肠就不好，你给他那么硬的东西，他就没办法消化啊，好是好，对他不好啊。
东西本身是好，但对他不好，啊，所以要知道这个人的心的利钝，烦恼的轻重，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让他知道他的体质以及他的身体的这个堪受程度，啊，所以令人令路好计安稳得度，啊，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就好了。啊，好计跟安稳得度是一样的，计就是渡口啊，或是救助啊。那基本上这里是令人好计，令人啊，他这个路是人啊，人嘛啊，令路，他这个是路，令路好计啊，令路进路。令路好计，他写的是令路好计，安稳得度，安稳得度的样子，对。这个计跟度是一样的，计这个度也是会写这个度，度口啊，计口经济度口，经济就是过河了啊，度得度跟得度。跟这个路这个计啊，就是路那个渡口，那么一样，它是一样的啊。好计啊，好就是安稳，好计是安稳，计是得度啊，那一样，路这个计啊，那可以说路令好路计啊，那得度啊，其实就是让他可以受到啊这个法的利益啊，让他可以得到这个法的利益啊。啊，没有危险之处啊，到没有危险之处啊，得度了，度到安全之处了，度到河比较安全的之处，度是渡河，那危险的河，因为河会让你会对水会被水流走啊，然后这个计是好的，好计啊，其实就是到一个比较好的渡口啊，比较安全的地方，从这个河的这边到河的那一边，这个叫渡啊。从河的这一边到河的那一边，啊，所以渡有时候是波罗蜜啊，就是从此岸到彼岸，啊，那你那个要渡河的那个口叫济，这是一条河嘛，啊，这是一条河，那河水有深有浅，啊，流有急有缓，那你要找一个啊，这个叫做济，一个好的渡河口，一个好的渡河口。然后到这个水很急很深，这里不适合啊，找到一个比较缓，水没那么急水没那么深的地方，把牛带过去啊，那这个叫渡啊，所以安稳得渡，这个叫安，从这里这个叫令路好计，到一个好的渡河口，到一个这个也是渡好的渡河口，然后渡过这条河啊，其实是这样啊，所以让他到一个好的渡河口，然后渡过这一条河，那就是找到适合他的一个方法。我们刚才讲要正确适合啊，然后就是走过去，纯手走过去。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从修行来讲也是一样啊，你要找到啊，那么你说法的人也是适合的、纯手的啊，适合的、正确的，然后给他一个方法，让他依这个方法可以怎么样，可以得解脱。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